主料：冬瓜5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葱、蒜、虾皮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锅里放油，葱蒜炝香，倒入冬瓜翻炒，加入适量水和食盐翻炒，加入适量虾皮，翻炒的冬瓜的白色变淡，基本就熟了，软了。盛盘，烹饪技巧：由于放了咸咸的虾皮了盐，要适当少放些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